这个共情感太强了，这个感觉仿佛在看自己。啊，我们记得给这个作品投票啊，三、二、一。好，我们有请演员。谢谢的。大锁这把就真的是击中观众了。嗯，锁子哥是我们社团的一个最强大脑的这么一个存在。那这个都是你写的呗，大锁？对对。平时这些破玩意儿是真没少看啊。对。因为这个就是我本人的真实写照啊，我写这个作品力求达到一种啊，我在家装了那个监控器的那个效果，知道吧？我呢是一个重度的手机依赖者，有时候那个打游戏的时候，等待那20几秒，我得切出去，然后再看看微博啥的，然后再回来。对，你这个确实有点像点穴啊！我估计现场不少观众，包括我都给点中了。就是博哥也是一晚上手忙脚乱，就是。我跟你说，有的时候都想自己抽自己，你知道吗？基本上都有这个问题。我是每天晚上看那个第二天开工时间。这个比方说9点，那你就算一下，从开始睡觉到9点，我还可以玩几个小时。真的很依赖这个手机，它里面信息特别多，知道经常批判自己，哎，我应该看看书，哎呀，看看书，看看电影。哎呀，一看还差1个小时到1点，一个电影最少1个半个小时不够看，哎呀，看看手机吧，一模一样。就看到1点的时候，想到9点起床8个小时，后来想想，睡7个小时怎么了？那个是个意思。7个小时怎么了？睡7个小时怎么了？这个要用进去，这个要用进去。我写了一辈子方案，还不能享受享受吗？真的，所以说你这个作品共情力特别大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咱组不会杠第三吧？这还傻乐呢，在这愁容满面，一个愁容满面，还有个傻乐呢。看你要是想想，哎，尹奇老师，他们这个没有你担心的那个问题吧？我真的觉得没想到，完全没想到，那这个完全不一样，我特别惊叹。大嫂其实想了很多那个 idea， 然后被毙掉了很多。对，一开始里面有我的5个本子，但是最后因为各种原因，我就没往下继续推。然后他心态就崩盘了，然后他当时就以一个这样的姿态，那个眼泪就顺着倒流，就是那个眼泪回忆起来，就像那个动画片里面飙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动漫里。更可气的是，我们那个总导演当时在对面拿手机在录，一边录还一边笑。大锁哥，对不起啊。那是我那两天唯一逗笑别人的时刻。大锁，刚才你说就是你飙泪的那个瞬间哈，我想跟你说，这个台上坐着的所有这些人哈，都经历过可能那个时刻，就是当你的创作遇到了边界。对，就是对创作不遇到边界都不专业。是，专业的创作者就是更多次遇到了边界，然后在边界之内。再去想办法重新创作，那才是上台阶的时候。马老师，那个首轮我有一些话想说，但是时长原因，我说最后一点，就是我非常非常感谢这个导演组，感谢米未对编剧这个行业的尊重，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，所有的编剧都能坐在台下看节目，然后有将近1个月的时间去选拔编剧，我是编剧出身，我太理解。这件事情的付出和辛苦的，所以说在这里我一定要向导演组表达我的尊重。太棒了。天宇，你刚才是不是摔了一跤？我刚才拿西瓜的时候在那摔了一下。哎呀妈，对，你把那墙都快砸倒了。对，打滑了。但你那舞跳的挺好。哎，他还有耀耀，来，把场子炸一下，兄弟。这样，你说个音乐，说个音乐，阿瑞亚吗？啊！哎呦！
范儿来了。仅次于你年轻的时候了，这个这绝对的，我跟你说有一拼，啊，有一拼吗？婀娜，我你们愿不愿意看黄渤老师跟他拼？拜托，这黄渤老师来走。我跟你讲，黄渤，我今年腰要是没毛病，我就上去。黄渤老师这辈子什么都服，就是跳舞没服过。他刚才跳的真的是专业，这个确实一看是练过，所有的那个小韵尾啊，我的天哪，这个我没有，我就上来拥抱一下吧，实在不敢在这前面跳了，可以吗？谢谢谢谢。来一个，完了，顶不住了，来一个 OK music。Woohoo!